大家好，我是青青，欢迎收看菜鸟青青的斗技战场啊。这个首先上的还是悠悠我心啊，今天没怎么等啊，一下我就很喜欢这样。首先碰到的是一个三代的队友，这个、战力差太多了，你要能喷动我的血，那、真的是出轨了。这个大家可能发现了，我这个智奶并没有一上来带就是最初的这个被动带三个分身，只是就是用了变异，就是他每次行动前招一个分身出来。为什么这样？是因为怕一开始分身太多，因为最近在外边对战的时候碰到的这个那个蛙鸣太多了，实在是我这个精神已经被这个蛙鸣嗡嗡嗡嗡嗡嗡响，已经受不了了，所以就换了一个被动啊。当然了，这样的话可能对水爆的时候可能吃点亏，所以哎，这个有得必有失嘛，所以就是这样嘛。这个随着这个新忍者的不断加入，其实是压缩这些低战和这个平民玩家，就是把他们的空间会变得越来越小，是这样的。就是所以你要如果想这个玩的好，或者只是生存下去的话，可能得多用点心思来思考。有的人就是说我仙宫不够啊，根本打不过啊，忍者也没有啊，都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。我跟你说吧，就是说你没有1000场以上的就是在竞技场段位的失败经验，不要来这边说那个不是我技术不好啊，或者怎么样啊，就是因为别人充钱我没充钱，其实也不全是有这个因素，但是你要思考自己技术上有没有问题。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钻进去，很多土豪打都是开自动的，你要利用这一点你还可以玩得很好。这个终于碰到一个战力相当的对手，24万，不过我觉得对方好像是自动，因为他一上来就掏这个没道理，可是又不对，因为开自动如果掏的话，血最少的显然不是水主，我这里面不可能是水主。我就是等他蜘蛛炸了，我就是想给他这个所有的人都上毒，然后后手控他的这个仙人兜，然后下个回合打水主。这个非常安逸啊！好，他已经退了，那我就省事儿了呗。现在这个斗技，你主要对付的几种对手，一个是利用战力碾压你的啊，最主要的还是水爆，最主要的敌人还是水爆。如果水爆有仙攻的话，就比较难打。尤其是他战力比你高很多，如果是同战的话，就说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对战经验。即便是他打败你了，你别觉得打半天我费半天劲还输了，其实那个经验是非常宝贵的。你看这个蛙鸣又来了，哎。这个攻击力有点夸张啊，难怪78万，我去，这个大家知道，这个又完全没有在打啊，所以我们退了啊。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。这个倒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啊，没什么关系，这个没打了。换了这个周小小大大留下的阵容，
这套路大家都知道吧？这个用这个阵容的时候，由于人间道是一个纯免疫，就是绝对免疫，然后加他可以零查克拉，可以吸对手的查克拉，所以那个水主的这个仙术查克拉就没有必要，就可以用这个神经毒素，说不定可以偶尔的可以发挥一下奇效。其实他带葫芦他很少暴击的，尤其对这个战力比较高的啊，这位朋友的战力就比较低了，所以就应该是没有用的，即便是有结界也是喷不出伤害的。哎呀，其实他战力差这么多，我们可以第一回合就奥义了。我觉得他那个止水的血量应该是扛不住了，应该一下子就把他给秒了。但秒不了，他也是被毒死。所以这个第二回合我们人间道起手就可以了，或者和尚起手都没有问题的。然后人间道可以控水，可以控火主，估计他也不打了吧？这样还打啊？好吧。下一场可能是一个比较适中的对手，这个根据我的经验来说，角都队，这个对方奥义我完全没有办法的，大家知道的啊。定人间道，净反。然后净反的还挺好，净反到这个水门，然后哎呀控的真好，他这个第三回合这个套路就是比较麻烦了，他水主也能打断，然后角都也能打断，这时候我们就得想想了应该怎样打。这样他角都就能打断我，然后我们打断他的这个火主，这样其实不是特别亏，就是亏一个奥义的伤害，但是也没太大关系，因为正常的情况下只要水门进行追打了之后，他就连击率还是很高的，还是可以刷新的，问题不是非常大。水主被控，然后他的这个山中锋是控不到水门的。哎呀，他还打了这个，他角都很硬啊，角都打不动的感觉。哦，火主也很硬，不错不错，真的是很不错啊，应该是洗过五抗的，对风属性伤害吃的并不多。
想不让你控我，你就控不到了。你看都不伤血的，真的够硬。这个主要是我打一下，因为和尚的血量比较高嘛，这个角度打的时候可以弹他一点血。这个后手控角度就可以了。他这个应该是三号位的装备是比较好的，相反是崴罗的装备比较差，所以打的虽然是这个火主，但是崴罗受伤啊好像更严重。啊，退了，谢谢。也没算欺负人吧，因为我23万，他24万，他主要角度没封合。然后这个我还是用的这个阵容，也是制奶的，是没有一上来带三个分身，如果带三个分身碰见那个蛙鸣的，噗噗噗噗噗噗噗，就直接扑死你了。心如止水，哇，直接退了。确实战力差一半，你再怎么厉害也没有用啊。这也是战力差一点，但是啊，毕竟有结界，然后又有卡卡西老师这样的人才，有了卡卡西老师，他这个就是必中嘛。翻椰起手，哎呀，控制失败，这个猜到。后手控下这个止水，这样他那个查克拉链就连不起来。就是说卡卡西如果奥义的话，然后止水就不能奥义。卡卡西不奥义吗？控制失败，你刚才都控制失败一次了，那个就不要尝试了，我觉得通常是这样，大家都会。如果战力差这么多的话，哦，他退了。本来我还是要用这个飞剑去打他的止水的。我觉得如果赢，这是才是第二场啊。我都跟大家说了嘛，就是说玩这个游戏想玩长了，就是隐忍特别重要。这个这是一个丸子，对，非常复古。我曾经玩过其中悠悠我心玩过很长一段时间，这个护花。好像打错地方了。关键是那个连击也没，就是说已经用完了，然后给他先打了，他有可能能打断我，而且我起手不能连续奥义，你不奥义我也不奥义。这位朋友是不是忘了开自动了？
哇！如果你要是展现一下你的抗击打能力的话，我觉得现在差不多了，不用让我了，可以出手了。可能是忘了开自动，可能是，我觉得。我们两个好像都是攻击能力比较差，但是防御能力都比较强。真的是忘了开自动了。全打中分身了。这个二代的这个养出来了之后，它的伤害是非常的高的。这个也别扭，他不还手啊，这个。谢谢啊，谢谢让我一场。说水爆来水爆了，32万，我应该是26万吧。他这个配置佩恩队怎么说呢？如果他这个就是太稳了，就是专门揍那些比他战力低的。人间道追打还没有突破，没有抽蓝。这个就比较差了，这个本来如果他有抽蓝的话，我可能还够呛。我是不推荐大家用这样的水爆的，这样的水爆就是对于我来说有点过于的不思进取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只能打比你战力低且比你先攻低的，要比你战力高的，你真的或者跟你同战的，你真的是很难打，很难打。大家不用为我担心，他第二个回合是有放狗，所以他还能就是说爽一下。等到第三回合开始，他没有放狗了，那你还怎样？加血，然后我奥义，我们就是为了养成二代，等二代的这个攻击力上来了之后，这个什么都不可怕。现在还打不动他，现在还打不动了，戳一下才几千血。等下戳一下20000血的时候，你再怎么加血，他都加不到了。这个回合我就没有加血了。
他打支奶我就没有办法。不要进晚刀二代，好的。出，啊，只能出5000多，这个确实少点，还得，我觉得至少得再养几个回合才能有效果。控制失败，好的。行了，现在的这个攻击力有点上来了。不过他很能治疗啊，一下子加5000，真是让我挺绝望的。第六回合，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，到最后拼血量，我也不一定输他。他就知道揍智乃。哎，这回上万了，大家刚才看一开始的时候戳5000，现在也能戳10000了，30多万战力的话，水主的血量也就是2万多，2万5左右。嘿嘿，你靠反应去控的话，肯定是控不到的，除非你赶上了。我恰好是猜到我的心理，我知道你可以复活，你可以复活的。但是有一点，你复活了之后，那个复活的那个血量应该还是禁不住这个二代再戳一下。给你们上点毒。哦，站起来了，又加盾。哎呀，太准了！我还说用和尚起手他呢，还没等起手，他就已经被打中了。再戳一下。无所谓了，反正你肯定输了啊。好，继续啊。等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怎么？等下塞车啊！我尽快吧。早说呀，我都吃了。啊，那得，那你们等着吧，我应该很快吧，啊，应该啊，如果不塞车的话，8:30以前吧，啊 ，OK。
拜拜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朋友打电话来，让我出去一趟。这个，还好已经快打完了，又碰到一个水爆，这比刚才那个强。这个稍微的，但是有一点啊，还是有一点，他也只能打跟自己有越战的实力，但是呢只能打比自己先攻低的，如果比自己先攻高的他就没办法了，知道吗？尤其是比自己先攻高的水爆队就没办法了。他34万，这个我不是说瞎玩，因为我有点不想打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想留那个查克拉给他，然后他神男回头飞的时候查克拉多，伤害更高，我就退了啊。因为我等下要出去了，所以就不跟他打了。其实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我如果用的是周小小大大用的那个阵容，然后以我现在的战力我也干死他。水爆是一个没前途的，大家别觉得水爆无解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他只是仗着先攻高和战力高，只要这两项里头有一项他不具备，他很多阵容他都打不过的，知道吗？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强。这个我爱罗的装备不用太好，因为它没有攻击能力，它只是一个肉嘛，开结界的，就是一个肉墙。然后明白好一点，别看它免疫，他们又能自己回血，他们有的时候强杀你还真是一点辙都没有，因为那种会打的他会打明妈的分身来撞，撞四代就已经很痛了，再撞到后排就更痛。哇，这些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炎热，哎呀受不了啊。战力只有10万，哎，看来我很快就可以出发了。哇，这个伊洛卡老师闪避了水门的普攻，以他这个血量，其实可能如果水门去打鸣人的话，他可能都用不到追打，鸣人就死了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只剩下阿斯玛老师了，也不用放奥义了，就结束了。我水门一个人就8万战力，他一共才10万。好，那今天的斗地战场就为大家带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收看，我是晶晶，再见。